亲爱的孩子，今天是以色列复国72年的日子，让我们与以色列全国人民一同欢庆，也再次见证纪念上帝他永恒不变的约定和应许。他拯救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地脱离了敌人的手，因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永不改变的神。现在就让我带着你一起祷告，我一句，你跟着我说一句。亲爱的上帝，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我们要与以色列一同领受这祝福的约，同为后嗣，同盟应许，因你是从今时直到永远的神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